在这一个图里面呢，我的这个 RYXW 是一条直线，它叫你找 corresponding of 角 UYX，UYX 就是在 Y 这边，所以 UYX 就是这一个，这一个就是我的 UYX，OK，UYX 是这一边，UYX 是这一边，然后它的 corresponding angle 呢，其实是在这一边，这样，所以它的 corresponding angle 其实是这一条。这一个，OK，所以这一个是我的 UYX，UYX，U 去 Y 去 X 就在这边 UYX，然后它对应的 corresponding angle 是在这边，因为这一个跟这一个平行，所以它对应的是这一个角，所以这个角呢就是角 VXW，V 去 X 再去 W，VXW，OK，VXW 角 VXW。然后接着它叫你 state the value of txy，txy 的 value，刚刚这个是40度，这个也是40度，然后刚刚的这一个是平行，然后也就是 corresponding angle 也是 f 的那个，OK，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是90度，然后它要的是 txy，t 去 x 去 y。t 去 x 去 y 这一边，这一个是 txy，题目要的是这一个 txy，所以我的这一个角 txy，OK，加90度再加40度会是等于180度，所以我的角 txy 会是等于180度减掉90度再减掉40度，所以它答案是50度，OK，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啦。